是牛啊。对，这个是不可以吃猪肉啊。你们不是牛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为什么姐你们不是牛？因为他们在我们工作是像是牛啊，跟牛一样啊，随便招啊，都没有看看啊，这样的啊，对啊，不要不要。你从哪里来？印尼，从印尼来。我是从印尼，我们在这边上班的。啊，在这边工作啊。是你自己画的吗？是你们画的吗？不是。对啊。啊。对啊。可是你觉得这个讲的有道理？哎，你觉得在上面讲的有道理？对啊，对啊。对啊，对啊。好，谢谢。后面有车，小心。人家妹妹。啊，这边应该够买。我是公民记者，你们愿意谈一下为什么来到这里参加这个活动吗？啊，愿不愿意说一下？想访问这个团体的人，不是。